儿子答应我，三年不准再用医术。好的，我答应你。我要不行了，儿子快救救我。妈，你不是刚说了不准用医术吗？你个狗养养的，不会从明天开始算吗？妈，小夫、不是老夫人，我要进来了。混账，还不赶快给老娘滚出去。临手片最后一针，你再这么扎下去，老夫人百年之内必死无疑。你算什么东西，就我做事？哼，老子可是龙王啊！你小你妈的，我可是龙啊！天天在隔壁搜图去水的飞起，他那个龙王还挺骄傲的是吧？不是那个龙啊，滚！哼，别后悔。你们大可放心，秦老哥是我花了200万从莆田市医院请来的神医。金，这一定是苏家最近搞的鬼。三年已到，神功大成，一定是你搞的鬼。救我，不然逐出苏家。哼，不待也罢。小女子参见一线神君太乙神尊双祖师爷点，天神战队修罗至尊点，南北两域玉主点，金城杨氏城市双继任者点，夺命判官点，永隆君君上点，龙王大人。好一个龙王，你把名字比龙妈的还长。1亿美元已到，请您出手治病，履行三年之约。看我神针，针到病除。哼，下菜一碟。师傅。哎，这他妈到！上礼，祝 UP 主播放过亿，一键三连，价值连城。观众老爷命我送来特别关注，为 UP 主祝寿，一键三连，特别关注。我苏巴拉斯必将晋升百大关注。哈哈，我跟你开玩笑呢，下次一定。